啊，你好。啊，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其实每天也就是聊聊，没什么东西。哎，你好，你好。那个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南京的一个哥们跟我打招呼呢。啊，不好意思啊，没来及答复你们。啊，你好。那个谁，十九大以后啊，我们看到了一个，看到那个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它其实是一个单行本。文文走啦，好，那个是一个单行本，叫什么呢？叫进一步的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啊，就有一个意见。他这个意见呢，从这个5月25号发这个电文的时候，其实他在各大新华书店就已经可以出售了，可能也不叫可以，党的文件一般都是强迫你买，是吧？各级基层组织都要买。澳洲的，哎，谢谢谢谢。现在的问题在哪呢？就是经过习近平上台这几年，那么我们看到了基层的这个卸政、怠政、懒政的形象啊，出现的很多啊。英国的哥们儿，你好，你好。哇，天津的也来了，真不好意思。那个谁，我也就是闲着没事儿聊聊啊。谈不上老师，真的就是作为一个朋友聊两句。作为我来说，我是经常是属于那种，我情愿选择小心翼翼的说话。不是安全的问题，就是话不能说满啊。还有一洛阳的哥们儿，真不错，真不错。啊，其实是这样，一个人呢，其实最幸福的是浑浑噩噩的度过一生。他感觉到很幸福，其实他身边的人可能也会很羡慕他，只是我们这些凡人做不到，我们做不到那种，谢谢，做不到那种，哇，早上好，那你肯定比我那个，啊，你应该在每周应该这会儿是刚起床，我们这儿天黑了，我跟那个内地的时差只有1个小时。就我们接着聊啊，招呼打完了，我们接着聊。他那个这几年呢，随着习近平上台以后，成天到晚的这个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尤其是不许党内的这些人说话，你这就麻烦了，对不对？那原先嘛，中国共产党好歹他还披上了一件外衣，啊，披上了一件外衣，他说他是全国人民，啊，我有印象啊。全国人民赋予他治理中国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么他吸收了广大工农阶层这种先进分子作为一个先锋队来带领全国人民，是吧？你奔向未来也好，奔向幸福也好，是吧？哦，大厂的，对对对，所以你现在问题在哪呢？他从不许网易中央开始，其实他就含了大多数、绝大多数这个中共自己党员的心。就中共的这些党员，其实呢，中共的问题在哪呢？他有9000万党员，按去年2017年6月份，新华社发了一个记者的报道。他是从中组部获得的一个这个资料，那么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共的党员呢有8944万人，这可能是正式党员，就那个预备党员应该还不算，是吧？那完了以后呢，基层的党组织有多少呢？有451万，就451万个党组织，那你这楼子就大了。对吧？400多万个党组织，也就意味着有451万个书记，那副的呢？
是不是？那退下来的这些书记呢，你这个所谓的基层党组织是不是涵盖了国企私企，是吧？尤其最近两年增加了民间企业，他也设立了党支部，是不是增加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点，将近9000万党员，那么500万个书记，你要加上副的，那就1000多万，是吧？那一正两副的话，你就得1500万以上。整个中国的这个官僚体系呢，它是分两套，一套是这个行政官员，一套是党务官员。行政官员呢，多少还好一点，就他们最起码还做点事儿，是吧？具体的一些行政工作，你说白了，你就是这个政党，它不能一家独大了，以后进入到所谓的民主社会，行政官员就是这个事务官，他毕竟还能存在一部分，是吧？你不可能说一个城市再来11个副市长嘛，但是三个两个的总是要有，是不是？党的官员最麻烦最大，是吧？他们其实是心怀忐忑的，一来呢跟不上习胖的这个号召，你是吧？他老变呀，是不是？你这没办法跟得上。第二个呢，即便你跟上了，你稍微有一些问题，他就给你翻旧账了，是吧？你某一次站队失败，那么你一生可能就结束了，是吧？政治生命的结束，同时它也就意味着你人身自由的结束，对吧？因为你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你如果想平稳的落地，是吧？平稳的下台，其实是很难的。所以今年这个5月份，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么一个建议书，这个建议他印发了单行本，他提倡的16个字啊，就是为党怎么样，是吧？他要求为党效忠，是吧？为党尽心啊，最后呢他提了一个为民造福啊，3个为党，1个为民，这个东西你可以跳过去不用看。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意见里面他出现了4个字，叫容错机制。为什么他要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最近几年的基层的这个怠政，它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这个现象呢，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是吧？万历就神宗皇帝曾经啊，就他当时是给这个张居正、冯保和这个李太后3个人掐的脖子，是吧？一边读书一边这个理政。那么完了以后，张居正死了以后，他一家独大了，他当皇帝了，把冯保也踹走了，是吧？太后他也不了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花天酒地的啊，据说他卸政的原因是一个偶然，就是说他养了一帮禁军，他前一天晚上夜遇3侣，是吧？有这么一个传说。那第二天呢，骑马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他就不上朝了。这一不上朝就搞了20多年，许多官员，就比如说你户部，他可能只有一个尚书，一个侍郎，甚至有的部都没有尚书了，就人家老了吗？退休了，他也不设立新的官员，那就给你这样晃着。就中央一级的官员经常性的就连挂名的都没有，就空在那儿，整个大明的运转他就完全依靠内阁。就这个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出现过，不是没有出现过，那是皇帝的问题造成的。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就跟这个中国有一些相似的，是前苏联。前苏联解体的当口，有一个卸任代政的这个例子。819事件的时候，克格勃系统仅仅在莫斯科就有6万以上的武装保卫人员，他们选择不站队，
既不支持政变的这帮人，也不支持民众，他们谁都不支持。这六万名武装人员，他们尽可能让自己待在兵营和办公室，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其实为新政府的创立投了票。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中共最近发出的这个建议，它其实就是在给基层打气，不要怕出错，你得干事儿。如果说谁都不干事儿了，这个政权它的统治力将会被大大的削弱。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统治它必须要有人，要有这些小爪牙去帮他们啊，是吧？难得的。因为现在我是没办法，我把两个频道同时开始开直播了，这样如果有一个频道的信号不好的话，大家可以切换一下。基层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怠政的现象。为什么说基层会有怠政呢？因为他以前中国的经济已经连续接近30年在高速的增长，那这个高速它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原因呢，是西方主要国家它是要把过剩的产能或者说低端的制造业，包括带有污染的，那么尽可能的转移到后进国家，就相对落后的刚刚开始工业化的这些国家，中国就是一个选择。那么现在环境变了，现在不是那种全球化或者说去工业化的时代了，有一些国家号称是后工业化或者去工业化的，现在以美国为首重新提出了要重新塑造辉煌，他们要重新走上制造业的巅峰。因为新技术它已经带来了足够的让他们这个能够重新工业化的这么一个机会。有一个频道出现问题了，应该是信号的问题，先不去管它了，先保持一个也可以，回头再看。不停的在重新连接，我这儿看到的是不停的重新连接。那么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各级官员他始终呢他是有这个政绩的，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基础啊，其中你的基础盘的太小，就你原来的 GDP 它确实太小，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每一任官员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在任上获得政绩，便于他们晋升，只要他们不犯大的错漏啊，都可以让自己上台阶啊。是有一个好像是有问题，回头再看吧，好吧，先不管这个了。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以前是这样，我们也见到过很多这种官员，他自己很贪，但是呢他确实给城市或者给他所服役的这个单位带来了效益。说白了一句话，他吃肉别人也能喝汤，你这样呢政绩搞上去了，职工的福利你也搞上去了，相对来说，我把这个关掉，有一个我把它关掉，我现在搞不清是哪一个频道，先不去管它了，啊，先不去管它。那个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快速增长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完全靠 GDP 的数字，就掺水的这个数字啊，你来这个叫什么获得
晋升这个通道已经被中断了，全球的经济它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是吧？不仅仅是这一次中美对抗的问题，其实前几年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就开始让自己尽可能不出错，就是我不求上进，但是最起码我不惹事儿，好不好？你这样的话他能保住自己。那么有一些人呢，他还在寻求突破点，你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像胡鞍钢这一类的人，他们在很多年前，是吧，至少20年前就试图成为中南海的幕僚，那么一直混到现在，他们不停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希望政府能够接纳。但总体而言，这一类的官员或者说游离于官员队伍之外的所谓的智囊相对还是比较少的。中国的政务官，你包括党务官员，最近几年也是进退失据，他不知道怎么办为好，所以他不干呢他就不出错。所以到了2018年的5月份，中共他自己也看出来这个问题了，就这个问题他相当的严重了已经，所以呢他们发出了这么一个通知，他们提出了容错纠错机制。那他们觉得有一些干部他们的想法是好的，那么他事儿办错了，中共呢给他们犯错误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纠正错误。我们连续性的看到了一些中共的官员，你比如这个带病提拔到云南的这个副省长，是吧，应该是从武汉还是从哪儿过去的，调过去的，一天到晚扒房子修路的。完了以后呢，跟着就是去年的这个蔡奇，是吧，大冬天的驱逐低端人口，搞得鸡飞狗跳。那么上个月呢，又出现了江西抢棺材的这个刘琦，是吧，也是搞得怨声载道。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官员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包括去年我们看到的民政部关于这个福利彩票造假的这个问题，事后也发现官员只是被降了级，并没有得到任何处理。为什么呢？一，涉及面太广，他没有办法处理，涉及到幕后有一些控制的这种背后控制的这些老的政治家族。第二呢，就是现在已经愿意去做事儿的官员越来越少了。原先我们知道基层也好，这个中层的干部也好，他们基本上是靠外快活着的，现在呢外快越来越少，整体的经济陷于停滞，全国唯一增长的是税收。所以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你让官员去做事儿，他不敢做，那么做的过程中间他又落不到好，万一要是猜错了他还得栽跟头，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根植于中国官员心底的那个底线，就是中国一旦发生问题，中国有许多官员历朝历代以来啊，到末世的时候或者说每逢乱世，他是选择尽可能的不作为，有四个字在他们心底一直描刻的，叫什么呢，叫手不沾血，就是他们始终保持了一个做人的底线。他们在官员和最基本的做人之间，他们有一个平衡点，就是他们尽可能的不去亲手参与杀戮或者说乱政。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员队伍在这一刻表现出来的这种停顿，对中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这种卸政怠政现象，被中共中央骂成叫什么呢，叫懒政。其实它是有根源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它在自保的同时
他放弃了作为一个官员应尽的职务，或者说作为一个党务官员可能更重要，他选择在可做可不做的时候选择尽可能不做。清末我们看到一个例子，武昌起义以后，清军派了海军去炮击武昌，那么当时的领导是谁呢？是萨宾镇。他选择了既不开战也不投降。这种现象在清末明初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很多例子，这就是很极端的例子了。他在史书上是留名的。今后呢，地方代政的现象会愈演愈烈，甚至极有可能两三年内在中央威信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出现一些更大的问题，譬如说东三省，譬如说广东，譬如说上海，极有可能采取与中央分裂的一些行政做法。目前还看不到所谓的东南互保，但是地对中央预言即将看到的未来。好了，再见。另外一个频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回去我就回头我得看一下，好歹能保证一个频道能进行直播，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谢谢大家，再见。